好，大家好，我们是 Join Plus 的团队，然后是今年有参加那个总统杯黑歌手，那目前有入围，然后9月1号要做 Final Pitch 这样。那大家知道政府有一个 Join 平台，它基本上就是你可以上去提案，然后公民复议这样，然后政府就要给回应之类的。但是那个平台现在就是因为它比较多是文字参与的部分，然后它就是上面大概也就只有一些比较有话题性的议题，然后可能宣传效果比较好的议题还会被有大量的复议和讨论。所以这次反正是哲伟找我，但是哲伟今天好像没来。然后这个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有吗？有吗？哦，哲伟，就是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这次这个 Join Plus 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在 Join 平台上面去附加一些其他的开源工具，然后让它不只是文字的讨论。那我这边因为我们没有简报，然后我就直接做 live demo。就是这个是我之前为了某个其他专案做的一个开源的工具，然后它就是一个拼贴的平台这样。所以我们就拿总统府前广场，然后这个平台就是你可以去在上面放一些素材，比如说我觉得这边应该要有一台车这样，就这边通常都停满车嘛，然后或者是说这边应该要如果我觉得这边应该要有草地的话，我也可以在这边画草地这样子，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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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OK， 好，就是这个平台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有点互动拼贴的界面去收集一些跟空间规划有关的大家一些意见。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这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切换一些不同底图，像我们昨天也放了那个花博公园那中山足球场，然后这样子的就有一些底图可以在上面，所以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玩这个平台，就是做一些拼贴这样。然后就想一些你对总统府前广场的一些想象。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平台目前有一些 bug， 就是它那个因为它的绘出的部分是用 HTML 转 Canvas， 可是目前的画底图的部分是用 SVG， 然后反正它就绘出不出来。所以如果对HTML 转 Canvas 有经验的人，或是对 SVG 有一些印象的人，就是欢迎来找我，看可不可以一起帮我解 bug。OK， 好，这位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好，谢谢大家。